你有冇信心成为中大人啊？唔紧要啦，佢会帮你讲噶啦。冇反应喎。我唔信你都系咯。讲嘢。果然你都唔系中大人啦。你对中大知识太贫乏啦，咁点似中大人啊？而家你哋要通过切开嘅考验，嚟验证你哋中大人嘅身份啊！呀！呢度边度嚟噶？咦？呢度唔系 U Life 嚟嘅咩？喂，有得走喎，走唔走啊？但系我哋呢度大学校事馆嚟嘅，我哋定系应该要入去睇下？行啦，反正我哋仲要做嗰个试炼。系咯。喂，呢度有个信封啊！欢迎来到考试馆，呢度收埋住中大唔同年代嘅重要印记。首个关卡有关书院嘅历史，回答以下问题，开始进入考验。第一题，边间书院系1949年成立嘅？1949年，会唔会系旧书院啊？咁即系四旧其中一间啦。啊，我记得你系疏嘅喎，不如我哋去疏睇下先。好啊，日夫书院喺呢边啊。但系佢呢度写住1986年喎，哇，争卅几年，咁即系唔系错啦。咁不如我哋去三旧睇下。哇，不如你去崇基啊，我去联合嗰度睇。O K， 你嗰度写住几多啊？咦 ，C C 都系1951年成立嘅喎。但系越联合佢系1956咯，咁即系唔系1949喎？咁系咪新啊？是真的新亞喎、哦，所以第一題答案就是新亞書院啦。咁我哋不如睇下第二題。好啊，2007年創立咗邊啲書院？咁今次一定是五間新書院啦。啊，啱啱睇書嘅時候，我記得善行同神興都是2006年成立嘅。咁剩翻嗰三間就是敬文、怡宣同和星。係喎、哦，真係喎、哦，佢哋三間都是2007年嘅咯。哦，我都是今天才知道。咁第二题的答案咪就是呢三间新书院咯。咦？呢度有信封啊！都嚟睇下先。在神秘的密室之中，隐藏之事将被放大，需具备正确的礼仪，方可获得远古法杖。神秘人。在神秘的密室之中。我哋而家喺校史馆啦，又唔系玩紧密室逃脱，会唔会唔系喺呢度噶？其实应该系。咁隐藏之事将被放大，我哋有啲咩隐藏啊？会唔会系你有啲咩隐藏嘅 sealed secret 系我哋唔知噶？应该冇。需具备正确的礼仪，我哋入学嘅时候有学过啲咩礼仪咩？我哋唔同书院噶嘛，我就冇啦。咁最后咧，远古法杖咧？远古法杖会唔会中大其实有法杖，有魔力噶？嗯，会不会是那些呢，我见过一些 pattern 是那些床头诗那些。开头是在隐虽方。我觉得应该不是。那么、后面呢，中大仪仗。仪仗是一支长三尺的红木棍。仗顶是镀了金古典式的凤。设计是参考商代的铜刻。又有信封了。这个是什么来的？不知道，你觉得这个好像壁炉啊？我觉得像巨人多一点咯。这个是不是那些象形文字？有機會喎，這個好像個匹字。我也覺得是匹字，那難道是四隻字？有機會喎，不如我們周圍走走找一下。好啊，這是什麼來的？咦，這支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儀仗咯。是啊，儀仗跟這個有沒有關係呢？但可能附近有些線索呢。但這裡全部都是英文來的。应该不是啦，我哋继续向前行咯。系咯，再行下先啦。呢度系一条时间线啦。好似有唔同嘅校长同埋校董会主席。时间线，
你睇呢度啲字，同呢个信封入边嘅字系一样嘅喎。咦，系喎，你睇下呢只纸，咪第一行最中间最下边嗰个字咯。系喎，我认得嗰只巨人咁嘅嘢。呢个系咩嚟噶？校长钳章。但系我点知呢个系咩字咧？哈，一二三四五七。咦，呢度有十只字，咪对应翻呢度都有十只字咯。系喎。咁所以。咁应该是个校字哦。所以依一个问题的答案就是校长啦。系，校长，跟住冇嘢发生喎。我哋周围睇下咯。咦？呢个咩嚟噶？行去睇下咯，呢嚿咁大嚿嘅。咦，呢啲咪远徽？回文。可以转噶喎，定系砌咗啲咩出嚟噶？但系呢个拼图系接唔到噶喎。咁系咪后面有啲嘢啊？系咪后面先砌到啊？我哋行去睇下。香港中文大学六，呢度有个信封啊。唔错，你哋嚟到呢度，相信已经知道咗唔少中大历史。可惜随住时间流逝，眼前中大六十周年拼图已经被人扰乱，请还原拼图。呢度叫我哋还原拼图喎。OK， 咁我哋开始砌啦。好。咦，砌完啦，但系点解冇反应嘅？不如你俾张任务卡我睇下。咦，呢度有八个交叉喎。会唔会系嗰啲诗词啊？应该唔会吧。后面嗰句七个字噶喎，又唔系啊。咁会唔会关呢个香港中文大学六十周年校庆事咧？咦，好似有可能。我记得六十周年有句 slogan 嘅。啊，系咪呢句啊？甲子年心，任重志远。呢度有嘢着咗啊！系咯，咩嚟噶？中大子。咦？呢啲唔系书院名嚟嘅咩？呢首应该系关于校友嘅歌嚟嘅喎。我去周围睇下先啦。好啊。哇，咩声？咦，嗰度有个窗户。哇，有个扭计式喺入边啊！应该冇其他嘢啦。会不会扭完我哋就有线索啊？唉，扭唔到啊，行去嗰度坐下先啦。唉，好啦。真系卡关啦，我哋。唉，咁因为咁啦，你坐喺睇下先，我周围行下。好啊。唉，我都周围睇下，唔识扭啊呢个。好啊。喂 ，Jasmine， 原来咧后面有 emoji 噶喎，啲卡后面。哦，我呢度都揾到啲嘢啊。唔知道其他卡有冇 emoji 咧？我呢边都揾到一袋嘢，唔知咩嚟喎。咩嚟噶？我睇埋其他卡有冇先。有喎、我攞埋我扭计式过嚟先。第一张系冇嘅，所以系得三个 emoji。咁我哋而家有三样嘢喎，又有啲 emoji， 又有线，仲有扭计式，应该做边啲线？呢个系你试下解咗佢。我试下解。
哇哇，咩事啊？咦？喂 ，Jasmine， 你拎埋嗰三张卡过嚟啊！哦，好啊，等我一阵。咩事啊？呢度有三个架啊！咦？嗱，啱啱我哋系咪话冲大好有钱？买上去睇下系嘛？嗯。好像冇乜反應，乜事都冇嘅，乜事都冇。哎呀，咁都系唔系呢個答案啦？仲有啲咩可能啊？高坤，高光纖之父諾貝爾物理獎物理學獎得主。高坤兩隻字，光纖兩隻字，得三隻字係諾貝爾咯。哦，或者物理學咯。Nobel Prize 吓？点解 ？Nobel Prize 唔系啊话咁奇怪，试下。下沉区域已经开启。哇！你听唔听到啊？咩事啊？佢话有下面嗰层。唔係啊，話仲未完嘅咩？而家係咯，我而家先知道下面嗰層咯。咁我哋落去睇下啦，又呢度係咪落下層㗎？應該係呢度啊。應該係啦。哇！呢度好大個模型啊！咦？又有信封喎、啊！中大校园承载住好多中大人的回忆，是在这个巨型的建筑模型上面找出以下的地标。第一题，苗条乜乜君子好逑，这个我认识的。吓，咩嚟噶？苗条淑女君子好逑咯。咁啊，答案应该系淑女。淑女，哦，系咪就系联合嗰座淑女水塔啊？应该系。咁嗰座嘢应该系喺呢个。好啦，咁第二题，太阳从东边升起，却永不落下。太阳东啊，会唔会系位置提示啊？你知唔知道中大东南西北喺边啊？39区应该系喺北边。咁如果咁样划分嘅话，呢边应该系东边咯。咁个东边有啲嘢关太阳事噶。太阳。啱啱嗰度系用英文答。咁太陽英文係新嚇新興，唔係啊話有啲奇怪喎。其實都有機會喎，因為永不落下嘛。咁啊，當呢題係神興先咯。但你知唔知神興喺邊先？神興啊，唔知喎、啊。你神興書院嘅喎，不如你指一下。神興啊，神興喺呢度，呢、這個兩個圓拱形嘅建築就係神興啦。OK， 咁第三題咯，第三題係纖纖玉足。哦 ，OK， 我知啊，好似上一題咁樣，上面係東邊，而家玉足啊嘛，咁啊即係山腳咯，山腳仲有啲咩啊？山腳唔通係獅獅、崇基，但係崇基好似同纖纖玉足冇乜關係。仲有啲咩係有玉足㗎？通常都係女仔嘅腳先會俾人叫做玉足。女人腳，我知啦。講起女人腳，一定是入夫書院啦咁。OK， 所以個答案就是第一個是聯合水塔啦，第二是神興書院，第三是入夫書院。你哋竟然已經通過曬所有關卡，最後的試煉已經在眼前，去解開最後的謎題啦！
呢度系咪就系嗰个佢话嗰个最终试炼嘅地方啊？应该就系啦。嗯，呢度好多投影啦、啊。咦？得唔俾你睇？咩嚟噶？呢个最终考验比我想象中难。嗯，唔通系要打到伏地魔？我觉得难啲咯。嗱，一齐睇下。你觉得咩系中大人？其实我觉得只要心里面有中大的都可以叫做中大人。是啊，无论是仲读紧书的我哋，或者是已经毕业的校友，甚至是咁多年嚟不断为中大付出的教职员同埋教授，因为有大家先至有今时今日的中大。嗯。恭喜通过试炼，耶、yeah, ！我哋终于完啦个试炼，翻屋企啦。好啦，你系咪真系神秘人啦？应该系啊，衰帽。哎，唔要。我都唔要啦。哎，大帽先。影完啦，走咯，走咯，耶，拜拜。